这一题，他说利用哈、哦、配方法哈、哦，可以得到这个解，那么 m 呢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来配方，这个3可以抽出来了，三，然后这是 s 平方啊，加上多少呢？3/16 x， 那因为要配方嘛，所以我要给它加个多少？加个3/8的平方啊。那因为我多加了这一项嘛，所以哈、哦，那、啊、这负21哈、哦、要保留。我多加了这一项，所以我要再把它减回来，就这一个哈、哦，减掉这，这个乘以这一个，就9/88 64嘛哈、哦，那、啊、乘以多少？这个是这个，乘以3，3得9，也就是说我多加了多少呢？多加了3/64，要把它减回来，减掉多少呢？3/64，那、啊、这个等于零。好啊，然后我把这个移过去，所以就得到什么？得到3倍的哈，这个已经配好了 ，x 加上3/8的平方等于多少？把它移过去，那就把它合并多少？合并以后是3/63加上64，所以是127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3/127。好，那我把它除过去以后开根号，除过去两边开根号，我就 x 哈加上3/8的平方等于多少呢？9/127，然后两边给它开根号，就得到 x 加上3/8等于正负多少呢？3/127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得到 x 等于多少？3/8 加9根号127。所以哈、哦，这 m 等于多少？m 就是等于127了。